我们的活动哦，谢谢，要发上台，请小心。OK。Hello， 大家好。Hello。真的，很棒。我今天岁末年终，能够看到你的出席，鼓励大家呢，可以呢踊跃的贡献爱心，非常的温暖。谢谢。真的，那呢？很高，我今天很高，我今天鞋子很高，拍谁好？不好意思，我比 CEO 高啦 ，Sorry。毛小猴办公组高吧，左手边先看一下下，好，慢慢看向中间 ，pose 欠几哈，好，哎 ，Elva pose 不用我们提点吗？他很会啊，我的捐款，他刚说的很好，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而且呢，施比受更有福，有时候呢，这个小小的付出呢，会让自己。那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在忙些什么？对。因为最近就是在谈新的唱片公司合约嘛，那还有就是新的音乐跟很多音乐的制作人开始已经在谈很多前期的音乐制作的开案，因为接下来的下一张专辑，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还有喜欢我音乐的朋友，我觉得大家都会期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想要花比较多，很可爱，他们想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音乐上面的筹备。那还有就是我自己成立自己的就是经纪公司，当然也是希望未来也可以有发掘新人，然后在各种不同的舞台上可以让更多新人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表演这样子。所以这经纪公司是跟男友一起开的？没有啦，我自己啦，然后还有像 Carry Me， 我自己的 Carry Me 也是很多事情，那加上年底也会表演，所以同时大概五件事情吧，五件大事这样子。现在事业跟爱情啊都稳定发展，你会不会想说干脆结婚结一结算了？你们最近这今天不是公益吗？就大家都觉得很辛辣，对。想带男友一起做公益。